嫁衣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我特别喜欢这种中国风的中国元素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想选择那种手工刺绣为主。差不多从18岁开始，我就开始在服装工厂里从基础的工人开始做。那个敬酒的这个礼服，你们有什么想法呢？就稍微偏时尚一点，可不？我现在的话主要做设计，新人们的订单，然后主要也是我这边在负责。嫁衣它不是一件衣服，它是要符合当下的主流的一个审美，具有中国文化内涵的东西。给别人做嫁衣，我觉得这是件很幸福的事情。苏绣是我们几大名绣当中最有名的一个绣种，它的这个颜色过渡会比较好，质感给人的感觉是很细腻、很温婉，会把一些寓意用图腾和纹样的方式来呈现出来，是符合我们想要表达的中式的婚礼的一种形象的一种风格。我跟我干妈认识也是个很巧合的事情，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是找不到人跟你合作的，在镇子上逛的时候就看到我干妈也在做。我8岁的时候跟那个隔壁人家学的，修了要快50年，就是眼睛不好修了。半年吧，就一直在跟他去学很多东西，就比如说绣品你怎么去区分它。牡丹花是一种富贵花，它是美好生活的一种愿景。那时候的生活来源就是靠刺绣，100块钱一个月，我绣出来的。我在找到我干妈的时候，他们已经面临着要放弃做刺绣这个。年轻人不会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的，年纪大的人每年都在减少。你比如说像我干妈她那样，她的眼睛只能说看见路了，不开刀也瞎掉的，青光眼。老的一辈，不戴眼镜的少，都要靠眼光去换钱来的，就是眼睛上付出，现在还债呀。鳞片的厚度，包括它的那种鳞片的这种光泽感。我老婆她比较专注于去做一些创作性的东西，所以她主要就是负责的是设计。我们在做的时候就会把这些元素融入到这个嫁衣当中去，通过这些元素来表达对新人的一种祝福，一种愿景。祥鹤的话一直也是中国传统的一个纹样，有祥瑞的一个意义。刺稿这个过程我们最初是不知道人家是怎么刺的，那个孔又大又稀，印上去的稿子我们去给绣娘，绣娘是不做的。慢慢知道人原来是用一个偏轴的那个电机改装过的那个针这样去刺出来的，刺完之后根据我们彩色的设计图去搭配那个绣花线，一个色系里头会用到8到10个颜色，这8到10个颜色就像我们的手一样，这样每个颜色每个颜色是这样交叉的，所以它整套色系下来就是很匀称的去过渡起来。
丝绸是陪着女儿出嫁的，寓意就是谐音的两相厮守。硬稿我们用的是煤油，通过它的渗透性把那个我们用的那个粉去拓印在我们的面料上。光这一个次稿跟这一个硬稿大概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去把它磨透了。我们整个中式的嫁衣里面所涉及到的刺绣工艺，去让他们把不同的针法搭配在一起，大家都在做刺绣，都在做这个东西，你怎么通过你的表现方式去创造一个新的效果出来。